第一题，若依序写出碳酸钠、碳酸钙、氯化氢和氯化钠的化学式，下列哪一个选项所列出的化学式完全正确？我们晓得钠的价数是正一，碳酸根的价数是负二，所以碳酸钠是 Na2CO3，所以选项 A 是错的，选项 B、C、D 是对的。但是碳酸钙呢是 CaCO3，但是选项 C 的 O 呢氧小写了，那就变成钴，变成呢钴化碳了。那么所以选项 C 的碳酸钙是错的。氯化氢是 HCl，氯化钠是 NaCl，那么选项 B 写成 HCl2NaCl2 是错的，只有选项 D 完全正确。所以第一题我们说，下列哪一个选项所列出的化学式完全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D。